OK， 玛利亚休息一下，我们准备一下道具。好，谢谢，辛苦了。时间一长就容易出油，干嘛一直看着我？我没有这困难哦，因为我有秘密武器。雅漾控油舒缓洁肤凝胶，超棒的控油效果，多用几天还可以减少最讨厌的粉刺和黑头。每天都帮忙把毛孔里的残妆洗干净，洗起来好干净又不紧绷。雅漾来自法国专业药厂生产，连续18年欧洲药妆冠军。雅漾控油舒缓洁肤凝胶。各位，我们年后的第一个大陆，舒服，先选在南投这种漂亮的地方，而且露营。我们终于出来了，知道为什么我们过了这么久，我们才碰露营这一块吗？对，因为 Kid 哥做的太好了，我们节目做会有一种自卑的心态。哦，不会，不要，千万别这么说，千万别这么说，大家都是一家人。等一下，为什么是你的？我刚以为是坤达哥也有。你们还记得上一次录民宿是什么时候吗？哦，大概有没有一年前呢？好久之前了，在那个没有就把他们水丢到那个泳池里面那次嘛。对。不好意思，那个性格污染一下。哦，那不一样。哦，不好意思，你们节目的名称太多了。我们节目的名称太多了，什么你们节目的名称？一个上班去吃饭，一个下班吃饭去。下班是什么？上次木曜家民宿是有蛇丸的那个，乱看，有当兵那个吗？蛇丸的在后面一个是有伯恩的，你们还记得吗？哦，跟本本。没有你们两个吗？有。Kid 是没录过民宿啊？民宿我有去九份吧？黑菇的那个九份吧？啊，对。所以你是录大概三四年前的民宿，根本不知道我在录什么单元。来就对了。我就乱章上面写不一样的通告，我就来了。对。我只知道各位，今天如果没有妹子出现，就是的话，心情就会不好，这样。妹子在这，妹子。他们两个是，这样你心情就好了。也不行，我现在也是也不行，因为你知道贵为人夫，贵为人夫，我知道这种还乱伦更最上一等。什么乱伦？你现在准备要当人，要当爸爸了，对不对？对啊，你要多看看他们，生女儿就会像他们这么漂亮，然后说像他这么可爱。可我不想我女儿30岁还这么白痴。哎，这话很要命。我刚刚讲谁说？好了，这个暌违的民宿大集合，有没有觉得什么地方不太对？不会啊，一切都很好啊。我觉得这个节目年轻许多。我跟你讲，如果我们就这样走了，对不对？嗯。他其实是开心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他叫出来。对，把他找出来，不然他太爽。我们要问说，哎，台哥嘞？这样。好，来，欢迎。哎，台哥嘞？台哥嘞？台哥嘞？没有台哥怎么行？没有台哥怎么玩下去？台哥，台哥，哇哇！哇哇！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吗？还好。哎呀，这我跟你讲，睡得还好吗？不是，有时候时候我们出来野营，睡在帐篷里面，其实也是蛮开心的。昨天可以带着三个一起在这边野营，昨天应该派我来这边守营呢。先不要讲这些屁话，你先解释，你塞这样要干嘛啦？因为我们昨天玩了一个整夜，一整夜的乌龟乌龟叫，然后我们一起玩给大家看看。乌龟乌龟叫，好，乌龟乌龟叫，乌龟乌龟叫，乌龟乌龟叫。哦，他赢了，然后他就冠军。我赢了，我赢了。今天就可以试请这个梗是不是？不是不是，他赢了以后呢，然后我就说啊，好棒好棒好棒，好跳的乌龟。哇！我刚刚从这个角度是看到你削了他的脸，那个肉，那个肉要。啊，台哥，听得到吗？你先替他们介绍一下我们的 B 组教课。因为昨天是这样子，我呢这个我的好兄弟嘛，黑龙，黑龙啊，欧雷欧，招待他们黑龙的 team， 台湾巡旗，台湾巡旗嘛，对，台湾巡旗，最重要是台湾巡旗。这一位呢，我跟你介绍一下是贝卡。Becky， 因为已经相处一天了吗？重来一遍吧，好，重来一遍，好不好 ？Becky，Becky，Lucy。Lucy，Ina，Ina，Ina， 哦，这样懂了吗？所以你是要考一下 ，Luna，
okay. 所以今天呢，木曜就化身这个民宿的主人，招待我们的客人。那今天不是只有他们一组而已，等一下还有第二组会过来。还有六，而且我跟你讲，平均分配一下，其实也蛮累的。因为比方说，我是身为一个民宿主人，对，我昨天招待他们，累惨了我。我累不累？是吗？所以这个，因为台中先来稍微熟悉了一下嘛，然后今天呢，从零到齐，终于要开始忙了。整个营地的设施不是那么了解，还给我们请学长进来跟大家稍微讲解一下，然后就交给你。哎，等下，怎么了？你要打喷嚏哦？你真是好活泼的喷嚏啊！好，我们欢迎学长进来，欢迎我们的民宿主人，宿主。我们这边叫浮水山庄，我现在这里占地大概是两甲。两千，对，6000平左右。那这个有多久了？这个大概经营到现在两年，也两年了。对，台哥，等一下，我们还是会依照民宿的惯例会分工一下。是是，有人会在民宿里面准备大家的晚餐，然后有人要带着教客们出去玩。这里可不可吹？可吹吗？可吹，可以吹吗？不要吹太大，会影响到别人。对对对。我的意思，你们的这个火有没有？有没有那种轰这种火？因为我的炒菜的技术，我是需要有火黑呀，要锅气呀，锅气嘛。哎，台哥自己毛遂自荐，他自己留在这边，对啊，就是帮大家煮。而且刚刚老板也说有那个火跟有那个锅，那我就带大家出去玩好了。我支持，我支持，但是他很少带人出去玩。然后同时，我又注意到有一个人，大概过年前左右开始到现在，他的那个做菜的实力一直在大众间被肯定。先是在料理大赛拔得头筹，没有，然后之后在自己的频道那边笑什么鸡啊！今天如果你们愿意相信小弟的话，我也是。你先讲一道菜，我听一下就好。一道菜出来，我听一下，我就知道可不可以。老菜不黑。老菜爆哥啊！老菜爆哥，你刚刚讲完旁边有个，这个真的对，哈哈哈哈哈！这老菜爆哥有意见吗？老菜爆哥真的好。我们家有老菜爆，还有剥皮辣椒哦，对啦，剥皮辣椒啦，在。我有给你有剥皮辣椒啊。好了，我跟你讲，所以我这样提议，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今天我们相反，让台哥煮碗，然后料理长交给 Tim， 那我们在自己人讨论一下细节，学长这样就 OK 了，谢谢。好，那我们自己人他也会讨论。生意兴隆，我等下再问学长那个我没去哪里玩。好，听我说哈，今天那个台湾群集本来来四位嘛，然后黑龙因为有事情实在没办法，他离开了，剩三位。等一下下一组客人呢也是四位。所以今天客人等于两组，总共七位。那做菜的话，我看我们留三个人下来，好不好？两个厨助搭配不做嘛，所以就变成是我们四个，只有一个要跟台哥去。是。那这样吧，我随便一个建议啊，比方说像小青蛙跟 Kid 一直都很好，他就留下来陪。可平常太好了。没有关系，因为你们有默契，没有关系，你们两个就在一起。我还有一个名额，那你像昆达，对，跟你就是一个竞争对手，会擦出更好的火花。火花，那所以是要留下来擦。对，火花，你们是火花。然后央是这样，他平常就是经常我们就一起。会不会太长的在一起？对啊，其实会不会太长？我说今天呢，我把两个妹妹配给主厨，你们三个人偷整个营地里面的事情。那个面露蓝色怎么了？我觉得我这次好像是来当你们的那种。哎，都讲这种话，我会努力的。好啦，我们能打理。来，那个打理组先出发工作了。OK， 好，剩下最快。所以我们也见不到他们其他三位。对，现在等下就来了，等下就来了。没事啦，他不就是什么菜哥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那是菜哥了。菜哥，先走了。我想不会再是菜哥。那我们就先分喽。来，走，好来 go。好，辛苦各位了，辛苦了，辛苦了，好，辛苦你们了。好了，我们两位哥是这样子，因为主人嘛，要替。游客安排他们的行程，他们可能对南投没有那么熟悉，所以没有做出一个范围来。好，请两位哥呢安排一下行程。没错，所以11点到12点是吃饭。对，我们等一下先去吃一个中餐。哎、欸，你怎么会觉得11点到12点吃饭？这不是刀叉吗？这厮杀的意思，一个拿刀，一个打叉。不要再乱讲，好不好？就是午餐 lunch time。那你猜看这是什么？下午茶嘛。酒足我化成咖啡杯。你这个安排也刚好，因为2点。中刚好吃下午茶也应该了，也饿了。你猜这个土是什么？入土。剩下的这四个呢，请你们从桌上的选项，依照你们的专业判断来排。比较大块的就是要2个小时。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到哪里去玩，对不对？第一个要先去游客中心询问一下，玩什么呀？
所以我们先去象山游客中心嘛。象山不在台北吗？那是象山，那是 elephant、哦。OK， 过完以后呢，我就因为我们其实要感念妈妈嘛，我们到慈恩岛去拜一下。慈恩岛怎么去慈恩岛呢？就坐日月潭缆车就上慈恩岛，这行程就结束了。你最后 ending 就选日月潭缆车。对，如果你象山游东西，然后慈恩塔之后选环湖脚踏车，完全就是一个捧着骨灰坛上塔之后，然后沿着湖这样，海哥永远保护我们哦，这样有没有感觉？我跟你讲，我个人的推荐。那你叫我们推个屁啊？没有，你参考参考。你知道什么是 SUP 吗？对啊 ，SUP 就是大家不穿衣服在水边站在板上的一个游戏。你说这能不选 ？SUP 是什么 ？SUP 你不知道是什么？这是一个仙入塔。慈恩塔玩起来是怎么样？它是高空360度环湖的。如果你想要看那个日月潭整个的，慈恩塔跟缆车都推荐，是可以一组的，对不对？可以。好，我们现在是木宿，木曜加民宿，木宿雅。我跟你说，我觉得我们就是让。台哥吃到他刚刚心中有几道，我就觉得蛮简单的。菠菜加胡麻酱，就是第一家。冷菜 OK 啊。对，我们先不要照顺序想啊。好，我们中间这边有一道是我自己帮大家准备，因为老菜鲍鸡。我想那个老菜鲍鸡，我先跟大家了解一下会很厉害，因为它是泰国族，它本身很大，就是竹子这么大，这么大，我就直接拿那个来当做是锅子。所以它就会有一只竹子的一些香气，跟其他的老菜鲍鸡会多一道风味的感觉。拿那个来当做我们的主菜，对，老菜鲍鸡汤。好，然后最后面我带一个烤炉，我觉得是 gay 掰用的。我们去买那个棉花糖，对，棉花糖。然后你买甜点，然后女生就自己烤嘛，就这样。好漂亮。那红酒越来越像要求婚。红酒我会准备漂亮，没有踏迹。那白色的话，我会帮你准备那个酒杯啊，然后餐垫，我会帮你们处理那些日系布置的东西，祭典的祭典的祭。对，好，这是我妹妹，他们通常都是不太会听别人在讲话。不是，你习惯叫。我觉得我们应该来点户外，一定要享受的一个餐点是什么？烤乳猪。但是我跟你说，我是烤乳猪达人，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就是烤，其实都已经过干了，所以你会觉得烤乳猪没有很好吃，但其实烤乳猪很好吃，就是你要边烤边吃哦。我等一下先看一下那个乳猪是怎么样的乳猪啦。好，我们有菠菜的烤乳猪、老菜鲍鸡汤、烤棉花糖甜点，然后有红酒或是塔鸡可以选择。对。但是我觉得前面好像要少一点主食，还是你刚不是说要准备什么火锅？火锅，对，火锅可以。今天就是喝汤喝饱，对，加喝到饱。我们今天一个目标就是，我真的是希望除了菠菜这一件事情上去之后是冷的，其他他们都可以吃到热的，热腾腾的。好，那饮料我想到一个老松醋，哦，这很棒哎，开胃，老松醋，这个在别的地方感觉就吃不到，对，所以比较特别一点。你们是准备只有烤乳猪而已吗？那可能对啊，为什么不早讲？对，要还有什么？你们也是讲出来哦。我有想到一个寻龙鱼。哇，寻龙鱼要去哪里捞啊？那是锦鲤哦，那不是寻龙鱼。我们可以煮清蒸就好，清蒸就好，或者是三杯。对啊，寻龙鱼有点味道，我觉得三杯，可是我觉得比较简单的话就是清蒸。还是我们就请那个老板直接做。我觉得他提议很好哎。然后我们不要跟他们说，对，加热就好。就这样，对。寻龙鱼药旅。什么？你好吗？寻龙鱼料理。寻龙鱼啊。寻龙鱼料理，我那个菜单，我们等一下可以继续讨论，因为我们的贵宾来了，我们先迎接一下贵宾。我们到底有多少事？连迎接贵宾也是我们。民宿是不是真的那么多事？好像我没开过民宿一样。是，真的。OK， 好，因为我们就会留在营地。好，那我们先菜单放这，好，等等再回来。我跟你讲，我刚看。在我问 Kid 他们讨论的很热烈这个问题之前呢，你们两个现在是在示范说同一个单品，然后在不同的人身上的感觉，真的是老板自己没有。
要不然的角度看，你看他们两位这样帮你这样，觉得如何？我觉得是不同的感觉。是，我说你的感觉讲一下。你比较有那种挺风的感觉。挺风，我还觉得你挺风刚形容有点夸张。挺风不然什么？应该是谢贤。贤哥吗？是有一种谢要叫谢霆锋啦，谢，然后霆，然后锋起来呀，谢霆锋啦。干什么了？现在要怎样了？重新开场是不是？我要出门了。先问一下 Kid 他们怎么规划？他们规划的有声有色的，我在旁边偷听。我觉得现在是不太能跟你们讲，但是可以透露一点，寻龙鱼。你们寻龙鱼？这里有寻龙鱼哦，南投产寻龙鱼，而且为什么是寻龙鱼呢？因为他们是台湾寻奇嘛。要寻龙？寻龙。等下，所以等下沈文成大哥会过来宣传他的寻溪网。哇，来这个寻溪网啊！我跟你讲，家里捡小块。然后等下高平大哥也过来 ，T P S 嘛，你赶紧推落，把叫你金金金，把你平平平啊！我想你们今天看到我们这三个准备的，你们会真的是吓到。对，保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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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款。现在做出来就一坨屎一样，你想什么？不会吗？不会。我跟你们说，那个下一组客人也差不多到现场了。对，我们来热情的欢迎他们。欢迎。嗨。一二三，加加加！哎呀，见我！我们为什么要叫打气呢？因为我们想说很久没有来这种大场面，有点紧张，所以给我们自己真的紧张，打气一下，结束完了。肩膀在这，结束完了。肩膀，你今天就放轻松，然后跟着台哥跟坤拿哥的安排，好，带你们去松一下。然后回来之后呢 ，Peter 准备了一个惊喜连连的料理要招待你。对，没有错，好不好？相信我，期待，相信我们，相信。不是，而且最主要是因为那个运动会的时候，刚好都没有分在同一队，真是有点可惜，有点可惜。还好，我们要借着民宿呢，我们要重新认识一下。没有问题。好啊，一定。有些听说要去吃中饭了，中饭。那今晚你们就忘记烦恼，忘记工作，忘记衣服品牌卖得很好。没有，卖得不好。忘记点阅率，解除黄标之后又冲上来，这种事情都忘记，全部忘记。哦，开心。我今天真的来晚了，吃饭喽！吃饭，吃饭了。OK， 吃饭。海哥。相信你已经注意到你这背后不寻常的三台车，没有错，气宇非凡，霸气外露，这就是补血。这部车的是这样，我人生的第一部车就是补血。现在有开过补血的人来中间集合。补血，你开过补血？补血，我有件事要跟你说。感谢补血，可能哦 ，maybe 哦，是看在台哥的面子上，赞助木曜试操完，这次除了有。Traveler 以外，还有2008橘色这一台，以及3008灰色这一台，而其中2008更是搭载了全球首创裸视 3D 技术的立体投影式抬头显示仪表板，7寸全彩触控荧幕音响系统，以及小盘径方向盘副 F1 换挡拨片。旅程之中有了这台，我跟你讲，舒适到不行。2008温达达。的确是这样，因为我以前讲我的型号，你们家就知道了。我买的是福炫205，我当时买的，我记得我买是买49.5万，价钱还算，我修了52万，修的比买车贵，你讲出来谁要开啊？我是花了52万改装那部车，哦，懂了吗？花了52万，然后那个车子里面是仪表板，当当当当咚咚咚咚咚咚咚，感谢补修，哦，感谢补修，感谢美化了我们的旅程 ，No problem。49.5花52万改装。欢迎两位，两组不认识，两组，你们见过吗？见过啊，熟的嘞，我情人。啊，一点都不好。那今天就大家玩在一起哦。OK 啊，肯定 OK 的，因为我们比较对于这种偏向后方的组合比较弱，真的吗？稍微带你们，会吗？对啊，其实我当初会做就是，对，看他开始做的嘛。对啊，真的假的？你是看台哥爽成这样？我想说哦，好爽，而且我还真爱看。没有，谢谢。哎，那宝哥跟你选三位，跟我们不要的三位有点关系。我去原本想要7个，原本想要7个，对，因为我想说我叫健保，然后就可以伪小宝这样子。But 7个真的太累，3个我就 hold 不了。主要是钱不够。也其实也是。
对啊，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设计、拍，然后你剪。对啊，真的厉害，真的对啊，天才。我妈妈一直告诉我说，你做任何的事业哈，你一定要一条龙都懂，不然你哪时候被员工绑住，被谁绑住就麻烦。所以我妈一直有告诉我，所以我都自己做。你原来就是，原来就是这个。不是啊，我原本是我完全没有碰过相机，什么都不会。原本在玩乐器的。对啊，我原本要弹吉他，我只会弹吉他。没办法想象，就是对啊，健保是在玩乐器。真厉害，真的厉害！我跟你讲，他这个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然后最后他自己会包剪包拍，真的学蛮久的。哇，这个太强！命运的安排，你只有跟健保熟，对不对？三位你都不熟。其实我跟健保今天还是刚刚第一次 talking 这么真的吗？对，上次运动会的时候没有，没这我恨嘛，我因为你们士气低落。但是问题是他们抽到你的队伍的时候，为什么每个都兴高采烈？那种喜悦是夸张的。我们真的差一点点，真的差，就是被 Kid 干掉了。不要再对，我看你今天带这一团，你看就这两排，对不对？平均年龄24.3。健保也很年轻，健保几岁？26。你看，你们几岁？26以下。你22。22、23。他们三个已经够精神，越来越持久的。有还持久？19岁的介绍。安排一下，台哥有可能把你们七个全部伸出来。全部伸出来，有可能。全伸出来，我的天哪！来，豆豆，请拿。哎呦，小心烫。对。哇，这么烫，真的很烫哦。好吃哎，好吃哎。香菜，跟香菜的味道不太一样，你可以试试看。那像伤心乳头综合症，其实也是伤心乳头综合症，感觉摸奶头会有不安的感觉。你有吗？他是烦躁，他是烦躁，他是兴奋如何？正常的，我们这边都兴奋的。要仙女棒吗？仙女棒。对啊。来，来一些小的，一个大的，几只？三个小的，三个大的。OK， good， good， good。我们那天说什么？要喝什么去了？喝 红白酒，有没有没酒精的吗？啊，好像没有提到。我们等一下路上买那个日月潭红茶。哦，好好好，好不好？对，当地的一些当地的一种。好好好。看一下其他的，这边都有。不要太苦的，我觉得。70%嘞。我不想吃太苦的。好，那就烘焙用巧克力，应该是可以有。选它。我想选，我也想选一个这个。你们会想吃这个巧克力吗？这个好像不太适合，因为这里面有那个牛奶巧克力。单吃呢？单吃啊，可以买一下。然后那个，你有带那个吗？菜单。前菜不关我们事啊，我们其实只要没有。我跟你讲，我们现在这些东西都要催眠自己。都是我们做的，都是我做的。所有的食材，我做。小白笋、刺葱蛋、甘蔗笋、鲟龙鱼三品、烤乳猪、老菜包鸡汤，然后烧烤棉花糖，我们 OK。
OK 哦。我跟你讲，我们现在要买什么，你知道吗？什么？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去买一些些那个桌上一些装饰的装饰哦。那就这样子哦，嗯、我们就结束了。就这样吧。打道回府 ，Go！ 你们知道还有一个东西忘记买，你们要不要配一个，比如说男头有没有？面对镜头的概念，我们是不是要买一点那个牛奶？啊，牛奶可以配那个。啊，我刚刚说 marshmallow， 对，那个marshmallow， 走 marshmallow，marshmallow 是什么 ？What is marshmallow？不是，我们要买那个红茶、牛奶、红茶跟牛奶。红茶我们只要沿路买，对，然后先买牛奶，先买牛奶，对，还可以配那个棉花糖。Marshmallow， 对。好。我们买好了 milk 跟 marshmallow 之后，要我们要去打道回府。打道回府。OK， 回民宿。我们就布置了。民宿。文字哎，拼个昆达。明明我跟你讲，我们要买这个，我们买的买一支毛笔，直接打。嗖。我跟你说，我完全知道一个很屌的事情。什么？我们就是要拉拢他们，找一个时机把台哥叫过去。台哥，落款。你可以帮我们写个寿字吗？这样举出去，噔噔噔噔噔噔，可以，公主好不好？一步走一片情。哎，猫咪在哪里？还是买个戒指送坤达，叫他不能拿掉，对不对？因为你今天是要求婚，没有，在求婚的，没有求婚。这妹妹们跟我那个兄弟，你自己讲起来都结巴，小小心意不能丢掉，你要一直带着，然后就很重，被我逼着他一定要带。这个他应该敢带吧？哦，这种可以素面的，对。好，这边还有钻。还是我们这个把它放在寿桃里面。你这是要求婚对不对？对啊，都是求婚的后遗。对。哎，谁说对兄弟不能浪漫的？可以浪漫。而且今天是。那个白色情人节，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话、做的事都要有点爱。好，走吧，上车。真的很浪漫哎。没有啦。对啊。还好。这个屌哎，很专门店的。哎，这个是可以的吗？这是寿对不对？这是人家祝寿的嘛，对不对？这个一个多少钱？那个一个这样300。哦，可以耶！可以，大的嘞，大的那个这样1对1000，1对1000，可以耶！我觉得是买两个小的，这样就是，然后我们两个大，然后中间装一盘送，然后你肩膀这样。达哥，我们要给达哥一个全新未有的一个生日。对，达哥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OK， 你的气氛来了，气氛有感觉，有感觉到，感觉来了，感觉到了。所以我说这种节日就是要自己去制造，自己去营造出来的。我们这几个摆起来，好，达哥让你。欸，我先跟你们讲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要先对于正在看我们这一集播出的人讲一件事情，是，就虽然说我们是被命名为要把餐点弄好的那一组，是，但是不代表说我们一定全部的餐点都是要自己做，是，我们只要想办法弄出今天的晚餐，对，然后把气氛炒到一个，把气氛炒到一个点，其实我们就完成我们的任务，对啊，因为民宿主人就是帮忙打点好所有的事情，不一定是说全部都是自己做，对，出外靠朋友嘛，对啊，没错，就是说哎，在地有朋友，朋友的朋友很厉害，那我们当然就请朋友的朋友来帮忙这个，稍微帮忙，对，那至少我们现在你看，男的帅，女的美，还可以赏这个脸，还可以赏这个脸。
们当然就是会怕说大家来这边玩难得这么远，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餐点办得好一点，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个什么你知道吗？烤乳猪。哦，对。但是我觉得老板今天就是看在我们木曜的份上，是他今天猪比较大只，这个根本就不是乳猪，乳猪的顾名思义就是小小的，咱们小小的，来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所谓的烤乳猪。老板，这不是乳猪吧？这个不乳啊！哇，很夸张啊，这个猪，这只猪，哇，它的身上充满了合格的。哥都在，这是黑毛猪，黑毛猪。哎，老板，我刚刚看到后面他背上那个，这个吗？宣传一下啦。哦，这个。那根自然是不是，对对对，香根自然啦、啊。可是我的朋友就讲那根自然，因为这样特别好记。那一根特别自然，对对对对。老板，那今天的这个乳猪重任，对，就交给你。OK， 没问题，好不好？没问题。我们这个大概要烤多久？4.5小时。哇。那今天这一道就算是我们的主打了，真的真的太抢菜了，谢谢老板。哦，不会不会不会，好，好 ，OK， 好。所以乳猪 OK， 我们来搭天幕了。好，我们先把那个搬过来吗？天幕打开。天幕打开。我们要先对对这个火堆的中间。好。这边是旁边嘛？对。是尖尖的，没有尖尖的，尖尖的。尖尖要擦地板，对不对？没有尖尖的往，一看就知道那个是脚。好了。对，就这样。OK。OK。那我们现在来钉四个角吧，我们先钉这边。好，我撑着吗？你们要打打看？要。小心哦。OK。可以。这么快？我很适合打地桩。垂直打地去就会打得快。是错方向。对。有变快了。来 ，attention please， 各位乘客。等一下我们要去坐缆车，哎呦，缆车的规划就是我们要分车，三个人一台，三个人一台，三个人一台，然后有一台我会就是跟着那台车变成3-3-4这样子。是要抽签的意思吗？不然我们猜一局黑白色好了，都可以啊。你凭什么参加？我没有，你们黑白色3-3-3分成三组以后，对不对？对。然后你们再派代表出来，最衰的那个人要加我3-3-4。他真的是衰，我没变。来，紧张，紧张说不。剪刀石头布，好，不要动哦。还有四个，还有四个，石头有四个。石头四个。我们只有一个布啊。我其实没意见。我觉得很完美。我觉得很完美。没有交流到。我跟你讲，这个人最公平了。大家对这个决定有没有意见？没有。是你好。OK。OK， 走吧。这是开完场的。真的是开场哦。开场吗？这样子啊。好啊。等等，我们上去以后就知道刚坤主坐缆车有问题。没问题。
惧高症坐缆车已经算一种牺牲了，我还要跟他们一起坐。你坐缆车还是会害怕吗？当然会啊，他刚出去跟子弹列车一样快，很恐怖。刚刚速度其实有点快，很快哎。但你们听我说，可靠消息指出，坐到上面的时候要下来换车啊。你觉得如果以节目安排要换车的时候，应该怎样换比较好？跟男生要再对换一下。哦，可以啊。我们两个对换了，没有，我是没有，就是有女生的车厢的男生对换。对啊，我们对换个屁呀、啊！你们就从头到尾都你就停健保了。我还能说什么？我们现在发现这台缆车可以坐六，所以我们两个其实可以并进去，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前面怎么分就怎么分。好，我们不用凹，一定要。我这样子讲好了，因为他们那组出去了，我们愿意收留你们两个到我们一车。搞得好像我们很想那种 PK 吗？我们本来想说。耶！这很像话吗？对吗？平时是有点怕的。我怕高。我也怕高。来，不怕的话，哥哥的手给你抓。大哥，你不要站起来！我也觉得还好像还好啊。建豪，你不要站起来！不要让他晃动。我问一下你们正常人的心情，现在觉得很漂亮吗？我是觉得还蛮漂亮的。哎，你们不会觉得很害怕吗？会。怕什么？这个如果我是跟建豪两个人单独做，生不如死。他应该会开始摇吧。Jump around。哎，他要往下了，有点不行。我操！这是我。好玩呢，我要下次要打死掉明良。速度蛮快的，是不是？还可以吗？所以我们这一组四个人里面有两个是怕高的，真好笑。不是，真的没有很怕高。那我们等一下不要再水晶，等一下要再打下去，对不对？不要做水晶的，哦，好。我们等一下。OK。其实我本来不怕，被你们讲，被你们讲讲，我变得很害怕。被你们搞到我现在开始不敢做了。我本来没事的。其实真的，我没事，适合大家一起。好棒！哦，他要下去了。就是云霄飞车就好了，太快了！云霄飞车比较粗，阿良姐，你跟我说这缆车还好，还好。我惧高症人太死在上面，还想要叫我坐水晶缆车。不是，因为我刚坐水晶的时候啊，我本来不害怕的。被他们三个吓到，最后我现在不敢坐缆车了。我们那一车一个达哥，一个健保，然后一个永威，跟那萝卜蹲，大家都站起来。然后车子一直动，我差点死在上面。我惧高症有多严重，你们知道吗？好恐怖，真的会怕的，真的会怕，坐缆车会怕，请举手。
那你们等一下，一车一车。不是我跟你讲，怕的不能坐在一起，会怕死。怕的要跟敢坐可是不会闹的人坐在一起，因为有敢坐跟敢坐会闹。我没有闹啊，我只是想看美景。对啊，哎，我那个我提议不要换车，就刚那样坐，因为我没有办法面对新的。那你不会摇吧？我不会摇，我很害怕你。但他会摇。他不会，他很绅士，他很绅士。好，那换我摇。不要不要不要闹了。哦哦哦哦。对，这是什么声音？他又要冲上风声，风他又要冲上去了。啊！你动作小一点，动作小一点，真的，你小一点。你没有想过，因为在晃，因为你在晃。对，你不要走，就不会晃那么大。欸、你这样，达哥，你要这样看他这样往下，你这样回头看，你一点紧张感都没有。没有哎、欸，是因为你很，是因为你很兴奋。哎、欸、哎，靠！不要再说了。公主，你什么时候学坏了？你怎么也来这一套？其实他应该不怕，我觉得陈。你说陈哲？不是，我主要是怕他那一根真的太细了。你的意思说，你看着这根缆绳，你觉得他很没有安全感？因为我刚刚在上车前也想说，如果他一个螺丝掉了，我是不是就丢下去？我跟你说，因为我们现在不适合聊这个。他脑袋都是一些电影的情节，不要想那个，等一下就突然这样。这是你们，我很快乐。哎，可是达哥，我记得你做就是那种很极限的游乐设施，你没那么喜欢，不是吗？还好，就是反正我高空弹跳都试过，已经惊开了，没感觉。当然有感觉啊，我是被推下去的。哎、欸，那达哥，你被推下去的那个瞬间，你是有在想事情还是没有想事情？哦，那个其实跑马灯有稍微这样，真的、哦、晃过去。你那时候跑马灯跑过？那个就是我还没生小孩。真的？你可以透露你想要什么？一个就好，应该想到很多。还没生小孩，没有想到家业。一下子啊，就是会觉得，后来就没事了，没事了就没想。你现在跟我讲，我全部做一次，我随便你搭。对，我要去搭游艇了。我跟你讲，我们等一下的做法就是先用这个乳马鼻融化之后，我觉得我们就干脆巧克力也直接下去，下去融化，它融化之后就可以爆，我们就全部简化，这样爆的可起来。我跟你说，相信我，我相信你，我们相信哥，最近不要算比例。不要算比例，凭感觉。凭感觉吗？相信你，我们相信哥。我就问你，爆米花你想吃甜的时候，你想吃很甜还是不甜？我喜欢甜。对啊，那就加多一点。我喜欢甜咸。不要，我是台南人，对不起。那就要加点那个盐巴。盐巴，对，就沾盐巴。啊，走了啦。我很随和。巧克力打开。奶油先下。爽啦。怎么样？有没有？砂糖。甜吗？还行，但是还是有点苦。哦，那再多一点糖，有点奶油的多一点。那奶油再加一点好了，这样差不多。再把糖再融化一下。对，那个爆米花准备。这样，你要说。一半。再多一点。再多，这样可以了吧？再多啦，不然就七八了。好，那到。不要算比例，你要说盖的时候盖哦。好，盖吗？盖吗？还没。啊，你要听到爆了第一个之后了。太紧张是对的吗？正常。哦，好香哦。耐心等待哦。还要耐心等待，一起寻找。什么酒啊？还是大火来加一点。好，你试试看，哥。哎、欸，下面已经超会搭了嘞、欸！啊，小火，他超会。还没。有，关火，因为他说要关火。不行。爆了！Hello。爆了！小心！真的没爆。这个视角，你讲在跳舞，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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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是有超会大味道，但是我们吃上面就好啊。那我觉得等一下那个巧克力。哇！我看到了，满的耶。嗯，整个都是烧焦味。对啊。就跟他们说那个苦的味道是本身巧克力就是带苦的。对，我们小时候不要让大家吃太多。有两好。哇！我跟你讲，好像没有很烂耶。我上次的经验是，通常里面烧焦它会有那个熏那个烧焦的味道。我跟你说，可以哦。烧焦味，有点重。你那个很焦，你那个不行。我觉得我们要照步骤来看。我们不能投机取巧。还是我们不要用巧克力，不要给了。不要巧克力好了，然后加点加糖就好，要不要？他们要巧克力自己沾吧。这感觉很成功哎，不知道为什么看颜色，而且好香。对，哎，等下八哥要准备了。好，来了，来了，来了。好，又关火，他会跳舞了，他跳舞了。店里面爆米花的那个味道哦，哎呦，这声音好可爱哦！爆米花，哇，上面的感觉这个有啦，这是超级有吧？有，这样吃一下，一模一样哦，黑糖嘛，我用黑糖，它就是焦糖，一模模一样呀，变焦糖。好吃，很好吃。所以现在等它冷掉了。对，不要再好了。耶！我讲，我们不要再煮一个吗？这超好吃的。不要了，吃不完。不要弄多少。然后我们现在弄什么？我们现在要回去弄那个，我们要生个火。好好。我们要去生个火。我们就生一个那个老菜包鸡汤。老菜包鸡汤。老菜包鸡汤。嗯。好，走。走 ，Go。生火。哎，好好吃。再吃一个，真好吃哎！这样很弹吗？欢迎各位登上爱之船，名叫新东方号。新东方号之爱之船。今天刚好是3月14日，白色情人节。女生想要对男生表达的，就在这个船上。等一下就。Thank you。走走走走，请请上，请请请请。你真的饿？那就不客气了，先吃来了。他说你的男朋友就是给你一个惊喜，带你来到这样子的一个美丽的风景的地方，说 surprise， 对不对？然后就这样说，没有。可是船长在那里呢，会不会加分？会。他觉得他好厉害，他可以搞到这么大一艘船，12000，然后这样1.5小时，就你们两个人。对啊，你们会不会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想把船长把他拖在后面，会不会这样？可能不会，因为我不会开船，你只会开车。有点，这个有点，这个可以一点辅助哎。那我你再晃，我更晕。是谁说不会晃的？好像给我来最多次。哦，你会来玩啊？
我来拍照，很好看。骑车会骑来这，因为我们骑车有一个叫136的，他骑完之后就会接着往这边。我没有，没有，我拍车来的。爸爸爸爸爸爸，哎，它有金箔哎，味道茶冻，红茶冻吧。帮我把这个吃掉，看起来好。吃到什么味道啊？甜甜的，金箔，金箔本来没味道。要吃一个什么意思？就是感觉很漂亮。嗯，好高级，我体验到了。太幸福了吧！如果以后有这种只吃东西的影片，哎。床不是这个床，一个船呢，最舒服的地方就是船尾。哎，日月潭真是好地方。大哥他们说要练到真的享受人生，是当我们看到这样景色的时候，我们俩不会想要拿手机出来，就会觉得说，会觉得说，哇，来，永恩给你，哎，你帮我拍，别你帮我拍。很害羞哎，你这样平均一天能睡到五小时？以前没有，差不多四五，好像跟林波山有点像。成功者的特质。但今天这样的行程，你会觉得有点奢侈？对我来说是奢侈的，真的是奢侈。但是对我来说，我不太能享受，我会不断思考这一部影片有不有趣。所以我刚才也跟阿良讲，不管任何你想得到的梗再夸张都好，你告诉我，我都能做。我是一个很担心别人影片强度也不够高的人。我这快皮掉了，这不行了。你刚好晕啊，你给我晕到吗？没有啊，没有，对不对？很好睡啊，很好睡。你今天整天都在睡，你很意外吗？我有点惊讶，这么强的阵容，然后你睡了一整天。我是放松心情啊，我就是示范给他们看，就是说我们出来玩，各位教课就是要出来放松心情，走吧。乖乖的，我们下去玩一玩。我们这个行程真的太紧凑，太好玩了。当时又玩了缆车，然后又玩了这个，又玩了什么来着？船上睡掉了，没有一句话。睡得那么安详，鲜花蜡烛，然后你现在要做的吊郎当的。气神来了，你现在 OK 了。对，我非常元气十足。我最少这个精神还可以用十分钟左右。冲3到40分钟，用10分钟，差不多是。这是健康度片。OK 了。现在大家说山猪肉吃一下香肠，爱两爱。来。你觉得这个还 OK 吗？来，家家的最好吃了，好幸福哦！我真的觉得我们来晚的，不会有人对我们这么好哎。真香，哎，真香，哎，真香，真香。这样安静下来，就还是觉得有来度假的感觉，真的。所以我现在可以马上睡着。我们可不可以就这样先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哎，为什么我们
就是我们最享受很像放松的时光了。录影真的没那么累，好不好？是因为我们要负责十三个人的事情。真的，我们刚刚都没有这样子认真看这边风景。我个人是觉得三个人在这边用，然后十个人在外面玩，好像比例不太对。这里有了，这里等于是要把它剖开哦。对啊，我们还是。然后现在就这样开始。哎，再帮我拿多一点那个。哥，但是我忙，我们那边。哎、欸，你的眼皮快掉下来了，问你，你要不要睡一下？他们一定不会觉得我们都没休息，他们一定觉得说我们一直在休息。我们真的没有休息，哥真的没有休息。我们只是现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作为。他们是七点半才会回来，对不对？对。那我这个可能要晚一点用。他们现在在哪里？应该在玩什么？哎、欸，现在这个天气超适合玩 SUP 的、欸。对啊，这个夕阳拍起来是超漂亮的。哎呦，我们今天来蓝头庙去日月潭，包关在这里。我玩的还穿泳衣哦。不可能，不可能，怎么可能？我们节目就是做这种事的。现在要由教练 Ethan 要来帮我们这个讲解一下。OK， 先等一下，先稍等一下。大家的服装或多或少都有点改变，你很像那种我们在玩游戏，然后忽然间要冲到水里的状态，身上的衣服没有变。不是，因为这件是瘦子跟我讲说这件是防水的。瘦子跟你讲的。然后说有水花溅到我的时候呢，就会变瘦子， you know waterproof, waterproof, OK。我们的板子呢会分板头跟板尾、嗯、那最快区分的方法就是那个东西脚绳，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桨它、啊、非常重要。我们把手的地方有一面比较凹，一面比较凸，那凹的那面呢把我朝前面，是这样子拿的。然后再来呢，这边会进水，所以它掉到水面上会慢慢的装饱水变直的，接下来就跟铁达尼号一样沉下去，捡不到，真的捡不到，所以无论如何帮我救它，一定要救他。那救他之前呢，我们先救一个东西，自己两只手抓到我们的肩膀的位置，接下来往下压，再来往后躺，你就会趴在水面上啊。如果说你真的口很渴，就往前趴哦，尽量喝。我们方向的控制，我们开车的时候方向盘打左边，往哪里转？左，没错，回答得很快。往右边吗？是往右，因为我们今天在滑 SUP 的时候，方向是跟路面上是完全相反的。我要去左边，我要滑我的右边。嗯，去右边，滑我的左边。可以理解吧？对。那 OK 的话，我们就准备下水喽。好。OK， 好。来，那你往大的方向过去。我们待会会退，没关系，放心的，嘿，你在上面很安全，那教练都在旁边哈。沉降之后，你是划船模式哎、欸，我膝盖淤青哎、欸，你忘记我膝盖淤青哦。哦。你离我远一点，我怕你想把我推下去。你怎么会认为我会想做这样子的事呢？你上次也是这样，我要离你远一点，你够离我远一点。哈哈哈哈哈！太滑了。你有被船撞过吗？
是有被船撞过吗？怎样跨掉鬼啊？我来啦！为什么松鼠感觉在逃难？结束决定！你很惨呢，不要用。好了，我走，我走。我们互不相见，太难了，我们互不相见。看过吗？哎呦，我也忘了。看达哥秀。哎呦，你这样飞机我不能浪费它。对，孙，好赞呀！有劲吗？哦，有嘞！成功，成功！耶、欸！好，我站起来了，我把你弄低一点。耶！站吗？可以站吗？对对对。哇！让你蹲着，耶！好，我要离他们远一点。我觉得我自己应该可以。站吗？完蛋了，我现在这个画面一定很丑。重心放在你的肚子，肚子，对，哈。慢慢来哦，嘿，慢慢来哦，慢慢来哦。有的，有的，有的，有。哦，我可以放手了吗？放放看。好，放放看喽，嘿，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不急不急不急，快快快，快来扶我一下。没关系，慢慢的，回去足够力。阿伯，你有卖水果吗？哎、欸，我吃无啦。好，卖水卖水。吃米无啦。哒哒哒哒哒哒，我来啦！我来啦！准备。我不怕。哇！哈哈哈哈哈哈！你惨了你！我无敌了！啊！夜闯兵在人海，我曾经拥有过这一切。你别跟我跑！别跟我跑！大哥会记住。我追到你了！不要！我没有力气了！好可怜啊！啊！我还在逃命，各位，我在逃命。我跟你讲自救。哎，聪明哎！大哥，把他推下去，火枪鱼！把他推下去，我赢了！哎，火枪鱼，你赢了，看你的船桨了。感受一次，深一次感等一下，红发亮跑过来的时候，就把船往后滑，他就刚好砰下去。
吗？不见得是跑的人会下水。哎哈哈，那这样太好了。好玩吗？好玩，我觉得我很厉害耶。怎么说？就是我都站着，然后滑很快。我刚跟别人比赛，我赢了。很厉害，赞赞哦！但是我裤子现在好湿，我下面很湿。好玩吗？好，很好玩。可是还好，没有什么机会在海里游泳，水里游泳。那里啊，在你后面。宝哥，宝哥，眼镜不见了。眼镜不见了 ，OK 的。我一直很想把那眼镜换了，但是。我这么客家，我一直找不到一个机会把眼镜给换了。今天找到了，我让这眼镜永远沉在这日月潭的美丽风景底下。而且这样子看，每个女生都有一层朦胧美，每个都漂亮。我今天第一次看我漂亮，就是这个时候了。OK。台哥厉害哦！台哥说他终于站起来了。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哇，就是核心要稳，核心我不行就是站不起来。台哥，面包，窑烤面包。谢谢。嗯，对，刚好玩完水之后吃一下。来点窑烤面包。余光窑烤。教练真的是相当贴心，而且他讲解的很清楚。其实我们大家真的可以来这边玩，这个可是你的人生很美好的回忆，真的。而且。台哥刚刚有站起来哦，台哥好久没有站起来了。没有，我一直都是站起来的。我死光了，来一个帅气回眸。我一直都是站起来的。我跟你讲。很默契的，相当体贴的行程。但是，对我们刚刚在整个都是寒气，寒气。我们现在忙着研盘一点。正常来说，对，正常来说是男生是这一间，对，女生是这一间。我们今天是包下来嘛，为了拍摄就没有分男女。那我就是征询你们的意见，你们会想怎么样分比较好？没关系啊，就不会没关系。先决定第一个重大议题，怎么分房间？南哥，你决定吧。不方便说些什么。给到我有站开一点。好，那我们就猜拳吧。来，出家的倒霉，三男两女，超硬一点了。不行，你们两个稍等一下，我们站个接着。这边的人也没问题，对，应该很开心。我们也没问题。他以为是这边。我没问题啊，问题在哪？难道问题又在 YouTube 的黄标吗？又是你。我没问题啊。哦 ，OK， 来，走。去里面换。所以。哎，小贼，你怎么背叛我了？超多汗的。你怎么背叛我了？我们有流汗吗？满心期待啊。没有人理我的。谁在洗澡？真的啊？那我们喽。等一下，哎，不知道是谁，等一下，这地上一定是王宝亮。哎，我们俩，我跟你讲，我的已经在里面了。确定？确定。刚刚丢在地上的衣服是台哥的吗？还是达哥的？我看到是台哥的。
这个大概一个小时嘛，对啊，就差不多一个小时。有你要不要？姜要不要？好。你会切吗？你可以教我吗？然后你把它切一片一片。你要萝卜块的还是要片？块的。好。厚度。没关系，这样可以。那你有用这个吗？拍碎吗？对，拍碎，拍碎皮剥掉就好了。那你这个要切多大？切断。木头烧掉了，好险，只有水。没法救。对。还是剖一半就好。没有，我们把去头就好。哦、OK OK， 好像要带去。不会倒吧？我觉得，应该不会倒，我相信他。这样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其实可以把菜脯也切小小的。好。我超喜欢吃菜脯的，菜脯我也是。这样吃，很明显吗？很明显吗？我想直接吃这个菜脯。切个菜脯在那边分泌口水。他们回来会不会饿翻？应该觉得我们的弄的东西超好吃。希望。那我期待待会台哥问的时候你要怎么哎、欸，大家一起单啊，一定的。哎、欸，其实说真的，我们三个真的也是人力太少了。你要我们这样弄成这样，不然哎、欸，玩也不用那么多人去玩啊，对不对？这个不能再经不起第二次的倒塌了。如果再倒塌的话，我就真的没救了。这得来不易耶。菜脯要切啊，黑色的哦。好，你看很特别，什么你知道吗？年轻的萝卜，老一点的萝卜，超老的萝卜。哇，好像我们老中青啊。没有。哥，我们还要做什么？我们等一下会先把那个肉的那个血水过一下。好，好，好。我们太多人，那个一定不够吃。嗯嗯。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放一点点进去，其他用这个煮这样子。我觉得我很担心刚刚那个摔下来哦，你说怕它那个，因为它是下面不是，它会下面是会脆掉哦，所以那这个东西就是用一次就不能用了。然后而且它没有那么好的状态，是因为它这个竹子刚切下来的时候，它的竹子里面它不是原本都是绿色的吗？它如果水分掉了，它就会变成黄色的嘛，它有点干掉了，然后再加上它刚摔了一次，我觉得有点担心，应该可以啊，它应该会给我一点面子。希望成功。可以啊，可以。哇，我要泡很久。泡很久，欸，小心这个。怎么会在录影的时候穿这种西装外套？我没有想到会真的穿着来做菜，我以为我要出去玩。吴老，漂亮。就当丢进去。哇。欢迎你们哦。好。对，随性。不要，我们在外面吃东西没有在讲究比例问题的。我们没有在讲究。哎、欸，小心。香菇你要下很多吗？还要满出来。对，我们家还要放鸡肉哎。我觉得不要不要放掉。我放掉 OK。就这样。好，先这样就好了。
感觉咯。这样 OK 啦，因为它那个本来就因为我们没有加任何盐巴。哎、欸，你要再加蛤蜊？要，好啊。哦，不加了，感觉会满。感觉这个会比那边好喝。任何东西加口味几下，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很高级，很厉害，对，真的很会药膳的感觉，对。看起来很厉害，对啊，这边有个写一个 Chef Kid 的 K I D， 那个有都跟你拼命，你不敢唱，分开 OK 吧？对，我没有唱，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K R D K R D， 喂，那还不是欧一叫我这样唱的？我跟你说，等他滚就好了。好，好哎、欸，现在就是，接下来就交给时间，交给时间，交给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对。那我们要去下一个瑶宫，再睡一下。我们好像可以先来一点品酒，对不对？我们来感受一下，我们坐在那边感觉一下，试一下菜，试一下。我们先那边感觉一下。哇哇，哎、欸，你这样背上台歌的，对，你背着啊？哎、欸，我们要知道什么菜是什么菜。对啊对啊，先熟悉。樱花虾炒饭，刺葱蛋，然后这个是什么？炸龙骨。寻龙鱼三只，三杯青蒸，竹笋，小白笋，什么笋？什么凉笋？爆米花，试吃看看。这个最，哎、欸，我觉得很好吃。嗯，哦，这个很赞嘞，哇、哦，这个电影院的，你会不会觉得那里水果看起来好像很？我们来吃水果，对，试试看。啊，葡萄挺好。嗯，可以。嗯，或者是我们那个卤猪那边在烤的那个，好像可以烤个一只来吃，可以试一下，对，试一下，试试调整一下老板的口味。要试试吗？老板，这是什么东西？这串烧可以烤，还是卤猪可以？好，来我骗一下，骗两片。哇塞，骗起来了。送看，如果会烫不要拿，好不好？还好，还好。来，那味道可以吗？我可能要再多试几口。哈哈哈！最，哎，来，会烫不要拿，你碰就好。不会，他不会，不会哈。可以哈。我也觉得好像还吃不太出来，好像要再多试几点。我一开始说的就是这种烤乳猪，你们找对人了，不能是说那种烤好，然后回烤那种，那不行。老板是从完全是生的烤到现在，用那种木头这样子烤三个，哦，不止哦，不止，还要吗？不行，我们等他叫，好，等他。你看这样饮料猪的手感，然后不错哎。哎，你们需要我们补一点我们在做灯或是在做气球的画面吗？需要啊，因为我们今天在辛辛苦苦在那边弄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拍到。对啊，补一下，补一下。那我们去早上去弄的灯。先喝个几口，然后先喝个几口补充水分。对，他这些餐具都全部都钛的。哦，好轻哦。哎，我的杯子。每个人都有，还有刻名字哎，嗯，做的，洋洋，你看，他会去雷雕，哇，很贴心哎，每个还有我们的名字，对，我们要不要倒一点东西进去？那就要倒一点东西进去，这个要试一下这个杯子，汤滚到快出来可以吗？哦，不行啊，我们要先试个味道了。很好喝，好不好？我跟你说，可以哦。老菜脯味，老菜脯味超重，是老菜脯的鲜味。哎，我觉得鸡真的可以再多放，对不对？还是我们等一下就是拿起来，嗯，然后再加鸡肉煮滚一下，对。好好喝，我们完全没有加盐巴，对啊，天然的味道。我要把这个木头拿开了，怕它熟，再捞一点虾，好，不要浪费。
真的哦，很赞哎 ！K 哥是很会弄这些野味的，好喝吗？好喝，好喝，很香。就是菜脯，我觉得那个蛤蜊好像也可以再放多一点。嗯，就鲜味跟鸡肉的肉味。这锅也很好喝，真的哦。我觉得这锅好像比较好喝一点。哦，因为我觉得他加那一罐有差，对不对？多一点层次的味道。还是我们就全部加这一锅，啊，就把这锅弄得很好喝。蛤蜊去壳要不要？我们去壳。好。我跟你说，真的超级无敌好喝，想喝。你喝，你喝，你喝啦，你喝啦，你喝啦，你懂吗？欸，我觉得加蛤蜊鲜味又更多了。对，那现在是要担心那一锅，对不对？嗯，对，那一锅我们比较爽，因为那锅还要再放鸡肉或者是蛤蜊。我们把它捞很多起来，然后把捞起来，然后把那个捞进去一点，要不要？要不要？要，照照照。可是你知道吗？它这里面的会感觉比较不一样，它有那个笋的味道。对，然后它有一个那个，你看它的那个鸡肉是黑色的。哦，颜色比较深呢。哎，不一样的风格哎，不一样的风味，比较清爽一点点嘛。我觉得那锅好像好。可能会加一点，我们交换一下。对啊，交换一点，交换一点，交换一点。可是我觉得，我喜欢这个味道哎，因为我觉得那个有点太香。这个比较古早味，对不对？我们把一点汤跟他们交换就好了。好，我先吃他那个这块肉。好，看他手。你要不要把这个？哈哈哈哈哈！棒啊！哎，好吃吗？你看它这边的肉都没有它的黑，真的，它那个比较入味，对不对？对，厉害哦。嗯，柴烧的，柴烧还是不一样。哎，不行不行，这叫什么？你们那叫什么？人命啊！不是你们两个，你们两个，我来，你们两个不要，不要。怎么差不多？变回有差不多吗？我觉得我们刚才不动它。不是，为什么变得很油啊？为什么有油啊？刚刚是很清澈的，会不会是降温的关系啊？等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再加温，好不好？你这个把它冲到。他们快到了，他们快到了，八分钟。那我们可以加热了。我们要不要先？好，我们来开会。好，现在状态就是说，我们先把我们的从头到尾的流程顺一遍。好，对，就是中间下午有一些那个什么迎宾的那种就算了，就让他们等一下就自己这样走进来。鱼贯入场。进来啊，刚刚哇哇哇哇哇哇完之后，嗯，接下来我们就要那个请温妮跟洋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餐点。嗯，容我为您介绍健康良品。他们来，他们来，他们来。我还没备好，还没备好。快速，快速，快速。哎。可以吧？可以吧？哎，你们就玩那么辛苦，我们也工作得很辛苦。再讽刺，再讽刺。我讲一个公道话，嗯，永远这样乍看，对不对？很像你求婚，对吧？我是说他今天很像在求婚的，比我求婚还高级，比求婚还高级。哎，大哥来了。哎，大哥，惊呼一下好不好？惊呼一下。有哎。刚看到这个板子跟这些东西，哇哦！趁老的还没来，先问一下，这妹妹表现 OK 吗？哎，非常好。如果我今天没有他们。我应该表现得更好。对啦，他们今天真的帮我超级多忙。哎，可是你知道今天我们真的是有一点小小沮丧。为什么？怎么样？我们跟大家约好是7点。哎，你们玩到
8:20，哎，你怎么身上感觉变瘦？你是有去做什么消水肿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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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水肿啦，没有吗？给你看看一下这些照片。就是说你们太晚回来了，我们菜准时的在7点多上菜。对不起，对不起，都凉了。对不起，凉了又难。第二个，我再问一个问题。你说，你真的觉得这样子这么多东西，我们三个人这么 hold 得了？比例上的问题，有需要带这么多人出去玩吗？那我想请问一下，那后来你是怎么达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后来我发现，其实身为一个民宿的老板，对，我们在南投。还是可以卖点脸的，有点人，所以这些不是你们弄的。你这样讲怎么可以这样？大概90%是老板弄的。你们为什么每个回来都瘦一圈呢？好瘦啊！因为我们刚刚很激烈激战，但你们现在看到这边都没有什么尖叫声或是怎么？我现在看到了，我靠！但是我有一个疑问是，我们都已经拖了这么久，老人怎么还没出现？啊，他来了，他来了，拦截，拦截。蒋总统来巡视了，巡视了，哎呀，辛苦啦，超级无敌辛苦，因为您说七点要到，然后七点的这个菜是热的，你知道吗？爆爆爆爆爆爆了爆了爆了！还是你是不够，莫名其妙啊！太完美了，真的，而且让他们真的是久等了。但是你知道我们行程太满，很累啊。我们最后刚还去岩盘浴，真累死了岩盘浴。我知道你还有去那个九族文化村嘛，坐那个缆车。哎，又坐缆车，然后又去划船什么？他有 po 文，他有 po 文。对，他真的有 po 文。总而言之呢，两个妹妹跟 Kia 弄的东西弄得这么棒，太棒了！我等下安排大家入座，外面加起来2000万点阅率的人，欢迎我们的教客一起进来，好不好？入座。我们都有在那个有安排位置哦。欢迎，欢迎。晨晨是这个，好可爱哦！大卫开心吗？开心，好赞，超棒的，常露营了。哎呀呀呀呀！爆米花哎，我靠！超乎我的预期，超乎我的想象。这个 Kid 弄这一餐真的是不容易。不要，不是只有我，我跟央央还有主导这一餐呢。因为你们现在手上有看到手写菜单有没有？手写的，每一个都有含义的。神解释，就比如说健康凉拌小白鼠，健保的健。哦，有没有老松树就是松鼠的松？在品质嘛，品质就是后面有品红酒，乘就是水乘以水果乘以拼乘以，因为有很多，因为台湾群就是寻龙于三品，因为他们就是要寻那个黑龙。你看，全部的人都名字都有在里面。对。台哥是不是在找你在哪里？老菜脯鸡汤。怎么知道？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品尝每道菜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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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期待。哇！这个屌！我靠，这个老菜脯太好吃了。香味就知道一定超厉害。哇，现在可以这样子，所以你这个汤太暖心了。哦，健保会做菜吗？不太会，我都给他们煮。谢谢。我到底是不是民宿的主人？这件事我就不好说了。会心虚了，不是？我要陪他们聊天嘛。对不对？好了，谢谢 Kid 忙进忙出。哎，还不止这样哦。怎么样？上串烧，哇！来喽，哇！小心烫哦。这是什么鸡皮？对。鸡皮，还是？这个。很好，很好，会赢哎。酱的好像有吧，品质擅长的菜是什么？你自认为一道菜好厉害的，
我蛮会炒菜的。然后，对啊，我是蛮会炒菜高手。哎呦，哎，你是怎么呢？煮汤高手。煮汤高手。那陈真是陈呢？炒饭高手。哎哎，我说的炒饭是另外一个炒。那小青蛙跟央央忙了一整天，忙进忙出，就一个成果。满意。好吃吗？好吃。真的厉害，这鸡汤的肉我是第一天吃会把它吃下去的，是哦。不然我通常鸡汤的肉我都吃不太下去。太柴了，你这个还很嫩。这个汤有名字吗？138种醇香。太恶了吧！该不会是石头？那我挡到镜头了。我发现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干，很香。被他自己剥开哦。可以跟他们打不开他们的嘴，来给我，给我帮你开。被发现了，把它挖出来。来，不行，要让它完整的下来。谢谢你。哇，你喜欢这种的吧？好凉。不要打。哎，赞哦，来，能不能喝一点？喝一。点红酒，我大概好几年没喝酒了。哎，那我们倒点酒，大家一起举。没问题。先谢谢 Kid 了。啊，没有，我们三位。啊，三位。谢谢你们来。谢谢。别开心。谢谢，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嗯。哦，鱼食鱼。我这个跟木英之鱼有一点点。哎呦，上菜哦。对。先辛苦帮我们用酱，对啊，再点烤肉酱，还没习惯吗？我也想吃啊。不过今天真的要感谢 Eric， 因为什么？平常我们烤山猪的老板大概一天了，最起码都要赶两三桌。Eric 呢，运用恶势力把他绑架到现场。这是我们第二次烤山猪的，对啊。不是同一个老板，对不对？不是，那我觉得比上次好吃。我问一个上次有吃的人，青蛙，你讲是不是比上次的好吃？上次的我有点记不太得，不过我觉得这次的真的很好吃。OK， 完美回答。完美的转变，高 EQ 高回答。这也是我们民宿阵仗最大的一次吧？这样子啊，借花献佛嘛。三月份的寿星刚好两位嘛，达哥跟这个 Kid 哥嘛。那泱泱，泱泱是二月啊，那太久了。二月、三月啊，那就是主力就是在达哥身上。绝对是，绝对是。三月份的寿星来了，我们先敬一下达哥，恭喜恭喜，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好吧？ Happy birthday， 祝你生小孩。哎，达哥，那酒还有吗？有啊，嗯，酒还有。喝我的，我还没喝。哇！没了。是谁？是谁？可以，你意思就是。干了，干了。跟我来点。干了吗？健保平常不喝酒啊。好几年没喝了，一点就挂了。健保干了，你现在喝醉怎样？下线。我来夹一块肉看看。为什么你们今天好像过得很开心呢？都不开心，好难过。可能第一天拍片拍到这么开心哎。他们竟然可以这么大声的讲这种话，对啊，太呛我了。可是我说实话，啊 ，OK。可是我每次看到你们的影片，我其实感觉蛮欢乐的。像你们那个，你不是在那个农地做那个什么关卡？当兵的那关卡，我自己都很想玩。那其实跳上去就累了，我跳到那个货车我就累了。那个炸，我耳鸣两天。可是你们走到那个农田弄这件事情还蛮好笑的。买的，你们买那块农田？对啊，很酷啊。对啊，很帅。样，那个醒过的红酒，那红酒对醒过的。
他不是说有没有醒过的红酒？不是，我以为是那个橄榄枝的杯子。对啊，小对啊，他那是橄榄枝。橄榄，你刚刚说没办法去。要死哎！你喜欢钓鱼啊？哎，他们讲你喜欢钓鱼吗？我们喝，我们喝，我要喝，那很好喝，我要喝。老师，红酒是可以喝的吗？可以，你们红酒吗？直接开干这个吗？啊，可以消胀气。哎，好像乌梅汁。哦，我不行，这其实就是哇。就是味道太臭掉了，不是，它有点酒味。哎，很多哎，真不一样，它超坏掉了。哎，我觉得你酒快退了。现在要进行秘密的庆生任务，但是我们的兽头在哪里？找不到。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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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弄一个这么屌的局，然后你们用十八罗汉把它全部包住，我们全部拍不到，怎么样？好，开始许愿第一啊。好啦，因为这一次真的，我觉得这生日对我来说还蛮意义蛮重大，因为是40岁。哦呦，40岁啊，40岁啊！就是我也希望我自己，就是接下来四开头的往后日子越来越事事顺利，事事顺利。然后也希望就是家有喜事。哦，好，没问题，家有喜事。但我觉得有人可能会比我更快的超车啦。我现在138的农夫哥哎。但是就是希望在场所有各位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太好了！哎，吃一口，吃一口，好吃的。底下绿色是绿豆，红色是红豆。哦，那我们一起分一点啦。哎，大哥，还有一个那个我们木曜四餐馆送你的一个小礼物，尾戒防小人呐。对呀。对，你要带着啦。带着，要带着。哇，是不是刚好刚好哎，一人有心，还特地去银楼买这个，我特地去银楼买，感动，好吧，那我们在这边就是做个 ending 了，可以做一次 ending， 然后你们就自己想喝的、想聊的，怎么样都可以。他们已经锻炼，随时洗澡。今天我们就在这边，好了，那这样子啦，今天我们在这边就做一个小 ending 啦。好嘞，好了，那我们。明天见，明天还有很重要的行程哦。我们这个不玩个3天3夜，不累到趴在地上是不会结束的。你这样看起来挂挂的，然后问你捧一个在旁边，真的很可爱。杨哥说：“不要再捧在我旁边。”来，举手是一二三。不要再闹，本人亲自参与，没有看过，莫名其妙。哦，什么意思？月天，白痴哦！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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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生。啊！有事儿，真的事儿，我的事儿。我可以感受到你们今天下午出去玩好像蛮欢乐的。
你们感情好像不错、啊，我们整个正气啊！你知道有一种症状吗？那怎么讲？伤心乳头综合症。我知道啊，你乳头被舔了之后会伤心，为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先飞走。怎么了，你懂？哎、欸，但他们说没办法啦。我跟你说，小时候我有一个团体叫做 Circus， 我知道，我超爱的。所以我第一个喜欢的是廖仁帅。啊！哈哈哈哈哈！你讲到了，你讲漂亮。但是后来看到你在那个玩很大，就比较喜欢你。哇，那是多少真的吗？他这样跑桥，我就喜欢他了。哎，你们今天下午就是坐在车子的后面，有人帮你拍照，是不是？坐大巴。我以为我们自己开车出去玩。我们是自己开车去台南。我开车，本人开车。哦，原来你们是过这样的生活。对对对。快落泪，快落泪，快落泪，快落泪。哽咽。那你跟我们喝的朋友，我替你们感到就是。哎，你要40岁嘞。对。可是你怎么40岁？不像一个40岁的样子啊！我很40岁，我觉得你要稳重一点。他太轻浮了，我太轻浮。就是我觉得40岁，你要把注意力放在别的地方，不要想着帅这件事情。没有，我今天才看他讲，做偶像很累哈，做的太累了，这辈子在做偶像，过点生活吧，小子。对，所以你敢这样吗？还这么帅啊！帅啊！哎，你喝光哇！看出来你自己的压力。啊，对，哥，发生什么事？我有酒，你有故事。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没有啊，40岁生日快乐。哎，下一个话题呢？啊，其实这样子大家会不会很累？要不要先休息？所以我觉得今天目标真的很累嘞。你知道我们有一次哦，就这样子结束了，然后在那边聊天哦，然后就聊，然后12点，我们明天不是还要去奥万大吗？嗯，不要去，我们现在直接去看日出，更屌的行程，不要睡了，就真的没睡去看日出，然后就早上7点送我回家。所以我们今天，哎，奥万大日出现在，我觉得不要那么累，因为明天我们其实大家都也都没有别的事情。对。我们就睡到12点，哇！百强 OK 吗？没事啦。你有 WiFi 要吗？我跟你讲，现在去清境，然后去雾里，一定是最漂亮的。我是真的可以啊，我也可以啊。我觉得非常漂亮。没问题的。我跟你讲，什么叫屌的？去完以后，明天还是去奥运。回去洗澡睡觉。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好了，我知道我今天早上的任务就是要帮大家准备早餐，然后这一次我想了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早餐，因为之前来过南投，我念念不忘了一个。心目中超级好吃的早餐叫做咸油条，而且听说很难订。我昨天晚上有先透过一个关系，请老板帮我们先订了15条。透过一个什么关系？现在只怕一个状况，就是他 order 那一间跟我们想象那一间是不同间呐、啊。应该是不会。不是吧？如果真的等下到现场不是，我会这不是咸油条。而且咸油条真的要。趁热吃才好吃，我希望带回来的东西是热腾腾的。那我们就Go。可以做，我可以做吗？对，可以做。好耶！对，坐在这里吃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来，那你有没有想要吃个什么？我跟你讲，当然。绝对是要加蛋加热狗，加蛋加热狗，至少一定要加蛋，四个加蛋加热狗。好，我们先试一下，好，四个菜，可以。他们真的是
礼轻情意重嘛，我以后就把它带在身上。哎，其实你看哦，它这是有钻的，你看得到吗？只是旁边那个贴纸我有点抠不掉。他大概也是哪里看到价钱的？没有抠干净。然后我就看到一个 NT， 应该很便宜，元这样。OK 了，礼轻情意重。来，就是要这个蛋加热狗。这不是咸油条。我们除了这个咸油条，然后再到去买一个秘密东西，回去让我们纪念一下阿良的学生时期秘密早餐。谢妈妈，好不好？去找我妈。对对对，我太喜欢了。对对对，找阿克的妈妈。OK， 谢谢了。那多久没回来吃？哇，久了。我现在回来都是过年啊，可是过年的时候他不会开。谢妈妈，谢妈，谢妈妈，开有开，开有开，他是来车哎。嗨，嗨，我是那个阿良啊，就是。两娘啊！两娘啊！他说两娘啊！我们剩四个娘嘞，还剩四个娘嘞，我没有了，我四个都拿走了，好，四个拿走，对对对。他说这个就是谢妈妈，谢妈妈你好，我叫坤达。啊，两娘特别推荐我们来吃，真的，对对对，坤达，我知道你，我很喜欢你嘞，一定要来吃，谢妈妈，两娘很小就来吃了，全家都吃我们的，全家都吃你们的哦，难怪他念念不忘，拜拜，谢谢，谢谢，你没有付钱吗？没有，不要这样嘛，虽然从小吃，但是你就想要直接走。阿良市场谢妈妈排肉罐300张，好，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应该都起床了吧？开始了，小道消息不都起？狐狸啊，那咸牛角。哇，草超远呢，狐狸。还行还行。卤肉饭没有，排肉饭啊，谢妈妈排肉饭。这个是阿良从小吃到大的。来，谢妈妈一下。就是他了，这个蛋呢、啊？阿良的说，这个就是谢妈妈嘛。吃法就是要把蛋稍微爆炸，爆炸来了吗？只有四个，只有四个，所以我们要猜拳。哦，没有了。刚才一个脸色一垮，刚才一听到猜拳，想说三秒。哎，那个其实卖相很好，对对对，打开是。还是我跟你讲，你要凑一点。嗯，一早上能够吃到这么好的东西，感觉很感动。这个适合你。晚安。再来，要猜拳。啊，这个是要猜拳的。哇，这么凶啊！会选呢、啊，会选、啊，必须的。我想说，哎、欸，阿良从小吃到大，不吃一下，真的。我们去的时候只剩四个，我跟三个妹妹吃一个就好了。我们那时候就给他说，可以，可以啦，可以啦。哎，但那个咸油条可以，可以先吃的。可以。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真的吗？我没看过，南投狐狸，这个就特猜一下，这个要猜拳吗？不用，这个适合你。太优秀了吧！大家要看的不是这样。这个，
阿良他从小吃到大，所以这个要猜拳。这不用，没有，我们四个人一碗，因为就剩四个。到底是哪个要猜拳？我想就是这个。他的名字叫什么、啊？他叫做蟹妈妈排肉饭，排肉饭。对，跌了跌了，你浪费蛋黄了。吸吸吸，快吸快吸。蛮好吃的。这比较好吃，哪一个？这比较好吃啊！这比较好吃。哎呀，难怪要猜拳。来要吃早餐哦，埔里特色的早餐。辛苦了，我帮你买了。谢谢。好暖哦。没事没事，是刚好被拍到的。早安。早安，先跑先吗？没办法，我早餐要吃这个。我早餐吃空笼饭。我超不爱吃西式的。哎，你吃它那个，那个超好吃的。吃饱一点哦，我们今天好像会补充蛮多的。OK 的。还有前几天的晚餐在肚子。还没结束。还没结束。OK， 好。大哥会跑出来。还会跑出来。好可怕。哎，对啊，那个。肉排饭，排肉饭，如果你们吃得下的话，吃不下。我已经吃到了三次赛了。哇！哦，咸油条，看起来好好吃哦。这特色，它里面加蛋加热狗。哇、哦，太酷了吧！好吃哎！我以为咸油条会配什么咸豆浆之类的，像一个热狗堡，很好吃哎。嗯。好啊，我就叫 Baggy 没关系。对 ，Sister 就是 Teresa Line 啊，你在叫他们的 Line。对，为什么不一样吗？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们要成立一个运动群组啊，我想带他们去运动，没问题啊。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会有两根白色的鼻毛这样喷出来？有吗？这边。你现在你到目前为止加了谁的 Line？ Teresa。Teresa。好，那加到这边就好。可是他们也要运动哎。你看到没有？他们是。我什么挡不住啊 ？OK 的，挡不住啊！ Okay、的嘛这个贪婪的心挡不住、啊，没有问题的嘛。画个笑脸。你叫金木雕、啊。哎 对。很可爱呢。对呀、啊。很可爱，你听到吗？可是小时候很可爱。队长，你再讲一次。很可爱呢。我也说很可爱呢。伊娜、啊、也说可爱。跟你头贴好像。心脏不太舒服。怎么说？先离开了。怎么说？不堪入目。怎么说？看不懂。这种东西不要拍，这是私底下的行程嘛。我们是这样子，可以那个吗？啊？不拍，这是刑事警察局的收证。收证吗？收证。所以你现在已经到刑事警局去服务。现在警察局同仁都要看我们的直播。孟警官跟着干什么？他想要目睹第一发。啊哦！操我！没有问题啊，都拿来的打一下，拿来是给我用的，不是，是给我用的，不要误会，不要再闹了，是不要再闹，不要出门了，出门了，不要再闹了，闹了。好。真乃是清风徐来。树影摇曳，太好了！这个地方真的是我家的，我好不容易讲一些好的，你就在那边讲那边乱七八糟的啊！好了，这个地方呢就是澳万大，我们国家的自然公园。第一次来的举手。为什么你以前来？我不记得我来。Peter 来过很多次，没来过，我没来过里面这里，但外面我有时在到处玩。哇，好珍贵哦！你没来过很珍贵。现在这个海拔大概多少？1200。1200是最舒服的地方。Yes， 而且1200稍微往上一点，所以空气的清澈度提升。清澈。在这种阳光下，你的胡子看起来格外的碍眼。我看不如在这个旅程的最后，我们就一决雌雄嘛，你往前一步，在你看不到的情况下问大家要不要把你的胡子剃掉。各位兄弟姐妹，觉得台哥应该继续蓄胡的人，请举手。
这么多，好，放下放下，好，是是因为他续我才能续嘛，不然我每次会说，哎、欸，给他，我踢掉啊，把他续我就有借口可以续了。可是 K 的续胡跟不续胡的变换自在，中间只有差八小时，所以他长太快了，他长太快了，因为他138，你懂意思吗？对，浓，更浓了。对啊，所以他会一直往外养，养分太多。好了，那我们就开始出发了。堂主，我们出发吧。想请问一下三少爷，我们这边到那边路程一个小时，那是最好的一个健行的路程，来回才2个小时，下山在1.5个小时，刚好吃完饭。等一下，有来回两个小时的问题吗？去一个，回来一个。啊，车不是在那个地方等我们呢？没有。哎呀，你以为会有缆车吗？你过来一下。是，他是这样跟我说一下，他是这样跟我说。你一定可以的，我相信你，亲爱的。好了，奥万大吊桥，出发 ，Go！ 哇，今天天气真的超好，真的好热。而且我觉得昨天天气好，开个心情也很好。会有三枪吗？三枪。三枪白天比较不会出来。那有蛇吗？欸、那有蛇，有机会哦。不过我们刚刚其实从厕所出来的地方那边就有。你怕蛇吗？不怕。那、欸、你怕什么？怕蟑螂，这里应该没有。哦，狼入血。奥万大，我们再爬60分钟，吊桥。是啊。你上一次爬山什么时候？我上个月有爬很逊的山。什么山？那种圆山步道那种。就是走十几分钟就到了那种。对对对对对。一点都不会流汗，不会。越往下，就代表你回来的跳得越高，要爬得越高。跳得越高。有人不小心看到。哎、Lucy， 我觉得你做了一件让我都觉得害怕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是谁都可以吓，谁都可以开玩笑，不要对他。这一路你会吓死，哎、你就跟进了东京鬼屋一样的那种感觉。我的手在他后面，我希望你今天不会马上，这就是吓你知道吗？哎呀呀呀呀！你真的做了一件连我都害怕的事。哎、真的一直下哎、欸，这个坡要上来真的很辛苦。娘娘，为什么我们一直下？然后再一直上，再一直上，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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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好下哦，下下。哎，我们这段就一直播这个深度会员，就真的，我带你这样一直走，一直走，走下要走上，走下要走下，然后播了15分钟。哎，我大腿已经有点抽筋，太快了吧？我大腿已经有一点是怎么样？是不是有叫你去运动？有啊。你就去啊！我也觉得我很应该，而且我已经不是要你去自动，你还是不去。我没有办法一直下楼梯啊，太不适合我。等一下是上楼梯，上楼梯更不适合我，下楼梯已经很不适合了，上楼梯更不适合。而且奥湾大吊桥还有1640公尺，很近啊，10分钟，很近。哎、欸，他们人已经走到不知人影了。我真的会交棒给下一个制作人。健保是真的，真的怎么样？你是真的只有在运动会的时候穿运动鞋？对啊，所以你一年……哎、欸，我一年可能穿鞋子不到5次吧。婚礼嘞，参加婚礼。我也都没在穿啊。啊，我知道有个地方我会穿，就是健身房我会穿鞋，其他地方我會因为被砸到会断掉，对，我没办法。哎、欸，可是你会去健身？对，我刚才想问。对啊，就是因为我这一两年来实在是太忙了，所以我也没有去健身，所以就要去健身。哎呀，这盖小。我觉得养你拿，因为你好，你会被我挡住。是我拿，你会被我拿，他会被我挡。真的吗？还是你那一次给我拿？哇，你们都自己拿哎、欸。你们的不太会吗？你们都不会是你长的，都我拿而已，而且还不会拍到我。被拍的感觉如何？
蛮不自在的。我其实很喜欢当百强那个角色，有出声音，有出展主意。对对对对，然后我就不用顾我自己，而且我也可以顾别人有没有漂亮啊。我会跟他说现在光不好啊，哪个表情不好啊，可以讲一点啊。真的假的？很细耶，哎，真的很贴心哎。因为像我们家的百强，就是在他眼中，我们好像都无时无刻都 OK。对啊，这个好啊，你们零死角啊。女生还是想要追求一些漂亮，好看，对不对？没有，我们在讨论说在镜头前面的漂亮度。我那时候去拍，你跟我去拍 Enroll 的时候，那广告的时候就很多人跟我说，飞机本人很好看。对啊，我镜头上不好看。然后对，飞机不上相。对啊，不上相，我拍起来会那个。老老的吗？还是这样？就会有老态，会有老态。我这样呢，我在这边。可是你拍的都蛮好看，你用 iPhone 拍比较好。你厉害，你那时候在我频道上是不是有觉得？对啊，我真的会顾你这形象。你看，认证了。好，下次那我们试试看，我们也要。你现在光就不好了，对不对？转，这样才好。对啊，还是在后面，对不对？确定是台哥还是百翔？我觉得是百翔，天气现在真的是很舒服，没有热，也没有会冷的感觉，有风。大家上来真的会挂掉，不是开玩笑的。哇，好帅啊！很帅，没办法，不是没办法。啊，我们要依照健保的时候要找光，所以我们要倒退走。倒退走吗？健保说这样比较漂亮，欸，光比较好，欸，真的，欸。那我们这样要什么时候才会到？对。我刚才在跟那个永威在讲，我们俩在爬玉山的时候只有谁？只有那时候只有猴子、永威、你、我、Eric， 没了。还有百强，我们的 team 只有六个还是？那时候我们从六个开始爬到现在20个了，是吧？我们今天20几个人。对啊，所以我想说，对，我在想说是不是我们应该再来一次的啦？再来一次了啦！我跟你讲，等一下就不要这些新同学，我觉得要先试练，要有一个那个仪式，对他们等一下就先加入武林先上去了啦，他们从青筋用走的走到武林。吕布蹒跚的朋友看起来不太好。对，百强，你还好吗？他说 OK， 他感觉很像一个，就是很绝望的一个。对。下坡让你看那个，对我从高中就长头发了。哇塞，那你很前卫。我前卫啊，我是 rock 哎。后来升高中接触到音乐之后，头发越来越长。啊，我发现因为我脸也比较大，所以我就想说我还是留长好了。然后看起来有没有看头抗兵，然后看起来看很倒过。1 2 3 4 5 6 7 8 9 10
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如果有机会运动会，你会想来吗？会啊，如果不介意我，我很幸运的话。那如果要拿出最强的，就是说，哎，今天 baby 先讲一个最强的运动。我会吊单杠，我会翻，我会转一圈。我也会，那个很厉害，对吧？我们的健保直接飞起来，又猛。这如果说我们累了。哦，累了是不是？好，那休息一下啊。OK。你前面等你。高音啊，背筋。再一次。我总觉得你想说掉下来哦。我每次都在摄影机的背面。我这里也有一个。哎、欸，不要掉下来哦。不会啦。所以我小时候很玩到起水泡哎、欸。因为我住三重。就是。你没去过新竹。新竹的是你走在路边会有8+9停在你旁边。哦喂，要不要追我啊？好恐怖、啊！哦喂，要不要加赖？加赖叫过去。新是大运，要紫外约，直播成人。好可怕，好可怕！我觉得我不要乱开口哈，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会接，重点是他们每个人都会。接下来会一直往上。这代表快到了吧？加油！加油！加油！可以，来，我们试一个。来，你们秒把握，知道？好恐怖！我们在观察他。还好吧？腿在抖。就这样啊？怎么了吗？一起你们一起可以啊！哦，可以上去吗？可以哦。听说你们在等我开场，不用这么客气，你自己开就好了，为什么要等我？这个拿过，拿过来。没有人在等你开场。哎，你们怎么不动？我在看你能不能过得来。你是不是假借在等我开场，然后顺便也稍微休息一下？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这一路脸不红气不喘，只有你。没有，大意了。怎么说？我没有想到年后第一个露营这么累，这么累吗？这个过去会去哪里？就是一个针，一个针叶林，一个还是会走回来。你一定要走过去，要不然你看不到针叶林之美。看不到会怎样吗？难过。难过，隔明天会怎样吗？伤心。伤心，再过一天会怎样？你就会再来。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女生先走了。其实我跟你讲，这你蛮安全的，在上面任何一样都没有。你看一下，总线程110，我们人数很少，你就不用担心，对不对？凡有心脏病，我没有。高血压没有。孕妇吗？不加着，我有。孕妇不加着，没有。我三样都不行哎。请衡量身体状况再动起。我真的不行。你衡量了以后呢？绝对不行。你刚刚是自己衡量。你知道我怎么衡量吗？我打个电话给王医生问他。没有，王医生，你过来过来。你过来。你看一下，你过来，你看，你看。我从这个点衡量出来的，你就这样看，这样你就衡量了。惧高症不可能。很酷哎，帅！你这样很帅。对啊。塞进来。偷偷塞进来。我就怕我手一个拿不稳。就不要下去了。靠腰，这是靠腰嘞，拿不到吧？对，赞哎，漂亮。我喜欢吊桥。
Okay, check it out, my man. OK 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来，拍照。我跟你讲，他们家的菜真的好吃到爆炸。每次来南投露营的时候，也要吃他们家。那个木匠很久没录这么大的，感觉怎么样？我说真的，每一集都要像排个这样子，这样的方式，就是这样子分量。因为我们等于是全部人带他一起出来玩，他就是真的在玩，他可以一边玩一边传钱，还有人陪他，然后大家都帮他安排的好好。对啊，真的，他真的是在玩。我们以后我们的工作也想要变成这样子。对对对对，希望可以。我觉得你们的工作现在就这样。本来我们现在做的 ending 根本就 end 不了。就算 ending 不了，没想到我们最后这个爬完山回来，居然在观音山中，我们三少爷的家。三少爷，三少爷就是阿良。OK 的，三少爷。OK 的，三少爷。这菜怎么样？好吃。这个这次的旅程呢，其实我们是从我们这边开始。你还记得黑龙吗？记得。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小啦，开不开心？靠，他超级开心。超级开心，好不好？吃得很满，吃得很满，玩的也很开心，很放松，太棒了！因为他们一直说我都不带他们出来玩，哎，今天终于刚刚好带他们出来玩了，我至少有一到两个月的免死金牌，而且就不带你们重要吗？这个 OK 的啦，好不好？所以我们应该可以说这是木曜家民宿，木曜家民宿成功，谢谢大家。谢谢兰哥，谢谢各位工作人员。The great yellow sun is reflecting in your deep blue eyes. The day has begun. You spin around, you spin around, you laugh to yourself.I see you shine in every color, resting your head in my arms. You sing la la la.
自我介绍一杯。大家好，我是谭学。Skater， 我是坤达。我是温妮。我是泱泱。我是阿布玛利亚。我们是木曜四刷王。我们的频道是台湾唯一的网络大型综艺节目频道，体验台湾的各行各业，还有更多大型的实境企划。今年订阅突破200万哦！木曜感谢你。加入我们频道会员吧，超丰富的花絮片段，甚至连我们的演唱会你都看得到哦！感谢大家支持，现在就加入频道会员吧！谢谢，加入，加入一下，快快快快！高先生 ，Thank you。